大家好，我叫于晶晶，今年38岁，我是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的一名保安。我偶然捡到了一名小朋友遗失的玩偶，我就挂在了身上，等着他回来认领。后来我捡着捡着，我身上的玩偶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我发现很多哇哇哭的小朋友看到我身上的玩偶就能破涕为笑，于是我就买了好多的玩偶挂在了身上，成为了最受小朋友喜欢的玩具侠。今天我接到了春晚的邀请，我特别的开心，我要现在立刻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一位小患者，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他，希望他能早日康复。央叔叔要上春晚了，这央是给叔叔送的，送个玩具，叔叔想第一时间送给你。你看，哎呀，这样呢，打开你看，你看喜不喜欢？叔叔刚搁底下消完毒，你看一看。谢谢。叔叔也祝你早日康复，新年了哈，祝你早日康复。这个叔叔，你上春晚也挺荣幸的。我在这儿祝全国的小朋友都是，新的一年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。少生病，多吃饭，